一共16盏孔明灯，每人8件，多者为胜。 这盏灯能行吗？要射中孔明灯，并非是将灯射破，而是要射中灯芯才能熄灭烛火，使孔明灯掉落。这孔明灯飘在空中，相距遥远不定，且漂移不定。况且这烛火尚在灯内，光影重重，这可就难喽。 菩萨，奴您怎么回事？这是枉为我大辽第一勇士。好了，既然结局已定，便不用再纠结了。二位武艺精湛，真是令我们大开眼界。谢殿下，谢殿下。 殿下，万年神龟虽然是比武彩头，但方才宴席上起的争执给诸位添了麻烦，为表歉意，也为表大宋御宇交好的诚意。待宴席结束之后，我便派人将万年神龟送与殿下。既然是延年益寿，为何不送给萧太妃啊？ 殿下深明大义，如此甚好。那晚些时候，我便将万年神龟送到太妃帐上。好，既然是为了两国的友谊，你们宋国讲究礼尚往来，我便将海东青赠予你们，希望它能够代表我们辽宋两国的关系，我们辽宋两国世代交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殿下英明。